Hello，我是 Bingo，欢迎收听 Bingo 新闻乱报 B N N。每个单字用新闻当故事背景，让你听着听着单字就迅速增加。开头要、啊、感谢 Jenny C 成为斗内的 Bing You，、哦、好适合当时尚杂志总编的名字哦。谢谢 Jenny C，也谢谢 Chaoju Chen，早就是斗内的 Bing You 了，不过去年单笔斗内，现在成为长期斗内的 Bing You，谢谢你，也谢谢 Oswin 长期斗内支持我们，真的是老兵 You 了。Now let's get started。 第一个单词我们要学的是灿笑，a radiant smile，a radiant smile。五二零这天，超级优的前总统蔡英文要卸任了。他卸任前的满意度是百分之五十，那这样子的表现非常好，不只是超过马英九当年的九点二趴，超过很多。在全球民主国家中，哦，元首卸任前支持度这么高的。 没几个啦，吼、哦，所以真的是要拿到好棒棒卡片的哦，蔡英文。那这样的蔡英文卸任前心情如何呢？As her term comes to an end, President 蔡英文 wears a radiant smile that lights up her entire face. 总统任期一将结束，蔡英文脸上是挂着满满的灿笑啊。Radiant 是灿烂的，例如灿烂的太阳，the radiant sun。A radiant smile 则是灿笑。 灿烂的笑容。再念一次句子哦。As her term comes to an end, President Tsai Ing-wen wears a radiant smile that lights up her entire face. 蔡英文利用卸任前的最后一周，在总统府接见 Nimphia Wind 尼菲亚，也就是台湾的变装皇后。她到美国的鲁保罗变装秀参加比赛，得第一名啊！吼。 Taking by，然后回台湾是台湾第一位获得鲁保罗变装皇后秀的冠军哦，这个是非常难得的殊荣哦。那尼菲亚在孙中山的铜像面前表演，穿那个香蕉色的黄色的装，然后跳 Lady Gaga 跟蔡依林哦，那个、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感动哦，彰显出台湾的多元价值。而尼菲亚被邀请上台致辞的时候呢？ 他感动落泪，要说不下去，哦。那面说 Oh my God，闪眼泪这样。然后呢，称呼蔡英文是台湾的妈妈，谢谢她让台湾成为这样子丰富的土壤。那蔡英文说，他卸任之后呢，要环岛看看八年来的建设。我第一次听到他这么说的时候，想说：嗯、啊，你退休要玩就去玩，讲那么多借口。但是呢，在我看了《时代如何转了弯》这本书哦，就是讲他过去八年的建设之后呢，我发现，哎、欸、，She's done so much。 他真的做了很多，比如说在桃园有个小小的工业区，已经是当时已经是落后的工业了。然蔡英文就去视察，跟这些人喝茶、吃饭、聊天，督促这个工业区转型，最后也转型成功了。这样大大小小的例子不胜枚举，所以蔡英文真的是台湾的妈妈，要认真去看看他大大小小数不清的建设。其实过去八年，台湾也面对了很多的危机啊。 疫情啊，中国的威胁，但是在蔡英文的领导之下，都把危机变成了转机。我相信将来四年，国会啊，国会加中国的威胁，内忧外患，台湾的危机也会是转机的。Every crisis is an opportunity for Taiwan。总统蔡英文就是这样子嘛，逆风前进，台湾人可以，我们一起。从这个新闻中，我们学到是灿笑，a radiant smile，a radiant smile。Rad 第二个单词我们要学的是 illusion 假象。illusion Uber Eats 将花新台币三百零八亿元并购 f o o Panda，预计二零二五年上半年要完成并购。哇，Uber Eats 总经理当然是很开心啦，他就说这对 Uber Eats 来说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刻。Oh yeah，something、啊、wonderful。对消费者、外送员、小店家来说，这是个令人惊恐的时刻啊。哎。 Uber Eats 是占百分之三十二，Food Panda 是占百分之四十三，加起来是占高达百分之七十五。Bingo 数学也、欸、不错，<laughs> 总共四分之三呢，根本没有竞争对手可言。为什么要提出优惠？为什么不把外送费跟抽成继续拉高呢？他当然要这样做啊。所以将来消费者面对台湾的外送选择，恐怕就等于是没有选择。 Consumers may feel like they have a choice between Uber Eats and Foodpanda, but in reality, it's just the illusion of free choice. 將來面對Uber Eats及Foodpanda, 消費者會以為自己有選擇,但其實只是假象罷了。Illusion是假象幻覺。周星馳的電影《少林足球》裡面就說過這個都是幻覺,嚇不到我的。這個幻覺就是illusion。而如果Uber Eats成功併購Foodpanda的話呢, Consumers may feel like they have a choice between Uber Eats and Foodpanda, but in reality, it's just the illusion of free choice。我相信这项并购案是不该通过，因为企业，任何企业，如果变成 monopoly，垄断事业，它服务保证变烂的啊！你看看美国波音，它是垄断了美国飞机制造业，它现在烂到什么程度？飞机飞一飞，机门弹出去，你还以为在玩小钢珠嘞？ 然后被大家骂，被媒体骂，世界各地都骂。播音也是一副随便啦」的态度啊？为什么？反正我垄断了、啊，你拿我怎么样？所以我觉得公平交易委员会真的是不要给这个并购案通过，才不会让台湾的消费者面对外送的选择的时候，只有 the illusion of free choice。从那个新闻中，我们学到的是 illusion 假象，illusion。第三个单词我们要学的是 space out 放空，space out。 韩国首尔市中心最近出现一百多人，大白天的坐在公园里一动也不动，双眼无神，嘴巴开开，口水差点流下来。是僵尸吗？是邪教吗？还是说有主管在台上致辞？都不是，这是每年在首尔举办的放空大赛，从二零一四年就举办了，It's been ten years，已经十年的大赛。那比赛的方式是有一百多个人。 九十分钟都尽情的坐在比赛场地放空，而如果不小心开口说话，或是啊，比如说看到帅哥，不小心发出声音，好，或者是看手机，或者是你发呆到睡着，都会让你怎样被淘汰，disqualified。那怎么获胜呢？获胜是看两个标准：心跳数跟现场观众投票。心跳数的部分呢，是工作人员每十五分钟会来量一次心跳。 你的心跳越稳定，或是跳越慢，那就加分。这样有特殊体质血压的人会不会很容易赢呢？那再来就是观众投票的部分哦，嘴巴张越开，表情管理越失败，现场观众也会帮你加分。有点恶趣味的感觉，就是你越丑，观众可能会给你越高分数。那不管这个比赛规则你感觉如何，总之呢，最后的冠军会拿到证书跟奖杯。 可以带回家光宗耀祖哦，让大家知道说你是举世无双的放空之王。<laughs> 放空 （space out），space out。Out. 原本 space out 指的是嗑药之后恍惚的状态，比如说吸了大麻之后就有个 trip，那个也是一种 space out 的状态。但后来 space out 这个字已经进入到一般的语言之中，你平常的放空发呆，没有使用任何的药物，也可以说是 space out。我们来造个句子。 Soul's annual space out competition is aimed at spreading the idea that spending time doing nothing can be valuable。首尔一年一度的放空比赛，目的是为了告诉大家，无所事事也是很重要的。是的，spacing out can be meaningful。人生不要只有日常忙碌，庸庸碌碌的、哦，休息跟放空绝对不是浪费时间，是很有意义的、很重要的休息哦。 So, Soul's annual Space Out competition is aimed at spreading the idea that spending time doing nothing can be valuable. If you watch this podcast, out. Space out。radiant smile. Iradian smile。假象, illusion, illusion。 放空，space out，space out space。Out. 你想要持续提升单词量吗？你每天收听听宾狗学英文，每天学三个单字，词汇量自然会持续增加。You can do this。谢谢收听，我们很快更新下一集。